刚到家，今天周末，他们爷俩也跟着来了。开不开这门？门坏了。今儿又星期了，是不是？好好走道，那怎么走呢？老爷，你猜？我猜呀。嗯。我也不知道。上小卖店了吧？上小卖店。大雨天上哪小卖店？你看你姥爷多那柴火整齐不？整齐，我看可得劲儿，看可得劲儿了。你烙松饼呢？去吃松饼子，行。烙饼、这个面，咋吃都行啊。烙饼、蒸包子，咋都行。这得和两下面吧？吗？和两下。三瓢。这是纯小麦粉，就蒸干了啥也可以。四瓢，行了，就水面里少放点豆油。就是先和水面，一会儿还得和油面。嗯。白鸡蛋。白俩鸡蛋。水面和油面一样多呗吗？对对，妈，你这是不是跟我大姨学的烙松饼的方法？跟大姨学的，和这个面放水就是大姚母放，然后面别和的太硬了。都搁这里头醒着。一共是六条水面，现在再和油面，搁混油和。这一袋面是五斤，全烙饼了。要是包饺子、蒸包，再拆一袋。老妈提前把混油拿屋来了，给它化一下。还蒸的苞米啊？嗯、我吃一块。早上喝的小米粥，蒸两碎苞米，黏糯的苞米。这个油面一点水都不搁呀吗？一点水不搁，全是油。哎呦我的妈，赶上喝油了。你用大锅烙还是小锅烙啊？大锅，大锅快。你整的面多哈。嗯呐。还得搁豆油。多烙两锅，这玩意不怕凉，搁着凉吃去呗，少放个吃上。能吃一寸天。少放点豆油。完就别的不搁了，啥也不搁了，完就给它搅拌。这是我妈搁的第六勺油了，酸豆油得七勺，就六瓢面八勺了。八勺油，哎呀，够两个土豆，够个大萝卜，下边熬点汤了干。那面就先放那困着呗。嗯，醒一会儿，醒会儿去吧。看这是大萝卜，糠没糠？不知道糠没糠啊？红萝卜。还行，瞅着挺新鲜的。那大的没够，大的吃不上了，先搁着。面都行的差不多了，把这个水面给揉揉，然后一会儿把相等的油面包水面里边，就开始擀。水面擀两下，妈，这个面筋挺好是吧？嗯。拿的啥呀？嗯，一个饼干。饿了呀，提拉米苏。等老烙酥饼多好啊。嗯，我饿了。慢慢擀，这油凉了，面油面，这么卷上，紧点卷着，这么大就行。放点面，放点糖，然后调个馅儿，行，往一起一抓吧，抓就跟包包子似的，完再一擀就完事儿。就把那个油酥给它包住了，别露馅儿。哎，妥。头一锅得少搁点油，这锅有点干吧，好几天没熬菜。看看老妈这大锅，这点饼也就三锅底儿。那很我烧吗？你负责翻饼，烙饼就烧这道草。烧柴火啥的，木头啥的，火太大了，不行。看，瞅一下那酥哈。嗯。第一个饼出锅，酥掉渣的饼，看着酥饼好不好？酥酥，酥，好吃。好吃。嗯。这面整香油了。嗯。今天晚上蒸一碗鸡蛋糕，放点葱花，少放点花椒面，再打几个鸡蛋，放点咸盐，放上豆油，锅是温水，扣上盖，再蒸几个地瓜搁锅里，又甜又面的烤地瓜，皮儿薄，
坐着锅里，用米做的。哎呀，老要开饭了。我没烧开锅呢，开饭。你老熬个汤就开饭哦，看看这萝卜烤没烤，老妈要搁土豆条，然后一起熬汤。这地方有一点，没事，不影响吃吗？切不放哪就够了吧。嗯，放点葱花，我搁浮油熬，就是用油把葱花花椒还有生抽炸香了炒出来，这就叫浮油。嗯，放上淀粉水，然后再放上这个土豆、萝卜条，再放点清水，松鲜鲜调味料，煮锅再搁盐，盖上锅，拿点香葱末，直接到刚才油盆里边，哎呀，造一盆，鸡蛋糕也好了，端底盘子。这地瓜又熟了，老妈是会吃的，就这个饼配上辣白菜再喝点汤，好吃。儿子你吃啥？啊？你吃啥？他先拿去，不？你喝汤啊？以后就得吃点软的。对，这地瓜是不是？不用扒皮了，就吃吧。嗯，干皮也不买的。哎呦，甜的，可会说了。嗯，他哪天早上给他烤这个地瓜？啊，老香。就给你唠唠这酥啊，刚才我听说听什么的，说嘛酥饼吗？不酥。以前唠不酥，今天唠特别酥。今天请教师傅唠呗。儿子你也得吃主食啊，妈妈来这小黄薯不吃了，吃呢。嗯，这个香薯好吃。可以。那红薯吃没事。嗯，喝点汤。也叫香薯，又粉又糯的，还没有丝儿。我想吃。你想吃啥？你吃不了，不辣，少吃点，别这样。你想吃啥？能喝汤的时候呢？你这也吃不完。那我这方便，给我爸留着好了。他吃不了，喝下吧。喝点汤。吃辣白菜，吃这饼好吃，你吃吧。好吃。咸的。辣的太，你越说他越想吃了。你来一块，掰一边，掰一边。掰一边啊！你吃那个。你说他能尝，那我尝哪来？来，让体验了，来。还没到位呢。爸。哎呀，儿子，这爹真吃不了。对，你要能吃的话，我还留你们吃，带点脸皮啊，带点脸皮。啊，他给那个辣白的呀。嗯。哎呀妈，他孙子真孝顺。还是我这做好，你这对我，你这等我能吃的时候，你做好点儿。